么来应对？我说我尊重他们的视线。我说哇，这个回答真是好哎。视线。哇，两句话，哎，就这个法师也解决了，问题也解决了，啊，他说这无量的众生赞叹我，我心生喜悦，因为赞叹，哦，比诽谤更能使佛教兴盛。但是如果站在我们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，如果无量的众生诽谤我们，那我们尊重他的视线。为什么？顺逆二境皆菩提。哎，这但看我们如何用心，但是其实是无心可用。这法师啊来到讲堂，哇，得到这个答案很满意，继续讲经。我没有讲半句鼓励的，什么什么叫他要讲经还是不讲经啊？没有啊，他回去就讲，马上就动力就出来了。他说：“哦，上人，我听得懂你的开示，哎，不在意别人赞叹跟诽谤，法还是要传递出去。”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哎，我们呼吸的都是佛陀共同的真理，没有分别。